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 NC 小叶丁哦。随着第五季的更新预告正式上线，我们也对于第五季即将到来的新内容有了直接性的了解。而今天小叶就是要跟各位分析讨论一下第五季预告片中出现的新内容。那么就事不宜迟，赶快进入我们的影片内容吧。Let's go。那首先是地点上面的大改变哦。想必从预告最一开始，大家就可以发现几个大重点。那便是将要加入到地图中的移动列车以及开放进入的体育场。早在游戏更新至第四季时，很多玩家便开始发现地图各处开始出现隧道以及完整的火车铁轨，而果不其然，移动列车也将作为第五季的更新项目加入到大逃杀之中。而根据目前在游戏中的铁轨分布来看，这辆移动列车的行驶范围会位于地图的左下角，也就是画面上各位看到小叶圈出来的这个地方哦。那接下来则是体育馆的开放。在预告片中，罗兹把体育馆的屋顶炸开，让整个体育馆变成了开放空间，算是填满了一个地图大空洞。有常玩窝众的朋友们一定也都知道，在这次更新之前，体育馆只是作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建筑物，除了极不合理的高低差以及极为限制走位的外围之外，体育馆这个地标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很高兴这一次的更新终于把这个大空洞开放，各位也可以透过预告片稍稍先看到体育馆里面长的是什么样子哦。而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大空洞的开放，若各位仔细看一下预告片，就可以发现预告片里其实也秀出了开放的火车站。那在这之前呢，火车站只有顶楼以及部分的一楼大厅可以进入，透过预告片可以很清楚看到开放后的区域。那我个人对于火车站的开放是比体育馆的开放还要再兴奋的哦。那毕竟体育馆长什么样子，我大概心里还有个底，基本上不会脱离那个大原则。但是火车站就不一样了，根据设计以及规划的不同，火车站的内部是可以有很多样的变化性的，所以我个人还是会更期待火车站一点哦。除了以上这些大型地图更动以及区域新增之外，窝众里还加入了一个大家许愿已久的新东西，那便是直达部分高楼的额外缆线。那以往大家常常诟病某些建筑的出入口太过单一，只要被敌人架在上面就没有办法攻下来，而随着第五季的更新到来，某些建筑物也多了一些外挂的缆线，让进攻的方式以及地点可以更加的多样化，相信这可以适度加速整个游戏节奏，也可以让被架的玩家们不会感到那么的无助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来讲讲多人方面的地图更新。首先是大逃杀里机场的区域将加入成为地面战争的地图之一，不过这个在大逃杀模式里面就已经恶名昭彰的地图换成地面战争来玩，我是不太清楚能不能好好的平衡哦。那一个弄得不好就会像上次的海滨大道一样，不过这也只能等实际上地图的区域划分出来后才可以知道。那接下来呢是新加入多人里面的两张地图哦。首先是我们的苏达尔港湾，这是一张 6v6 的多人地图，从预告片的画面来看，应该会是画面明亮且地形方正的，不太会有蜿蜒小道或树丛出现，感觉起来应该会是一张不错的新地图。而第二张新图则是我们的佩特洛夫专有平台哦，有点难念。那我看到这张地图的第一眼想到的就是当年 NW3 中的其中一张地图 Offshore。那如果你是决胜时刻系列的老玩家的话，一定对这张地图不陌生，不过单看预告片我不太能够确定这一定是重置地图，只是两张地图都以海上专游平台为主题，所以还蛮容易联想在一起的哦。那要是你是今年或是去年才加入决胜时刻系列的玩家的话，就不用多想，这张地图绝对会是全新的体验哦。而最后农庄则会是第五季更新后加入的枪战地图，从画面上来看应该是以窝众里的农场区域作为主题，你可以看到地图里有很多的稻草堆、拖拉机等农务用用具哦。简单来说就是将农场区域再做修改，使其成为一张独立且对称的枪战地图，而那就将会是我们之后会玩到的农庄哦。那在预告片中各位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之前谈过的 BNT APC9 以及 AN94 也都正式于预告片中亮相，那应该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第五季战斗通行证的武器了。而至于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 R700 射手步枪，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会跟这一季的 Ritech 一样，作为季中更新武器让各位透过挑战去解锁。
那以上这些项目大概就是预告片里比较明显且可以一眼看出的新项目，其余细节的项目还有像是多样化的人物造型以及更多的载具行驶特效，这边就先不多谈，留着让各位期待一下更新之后会有的新造型吧。那总体来说呢，我还蛮期待这一次第五季的更新的、哦、虽然说 Warzone 的地图其实做得很不错，多样化的地形地貌让玩家不易感到疲倦无趣，但是说真的 Warzone 上市以来也过了数个月，在每天都玩的情况下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到无趣哦。那所以这一次的对于地图的大型改动，相信可以很有效的再次激起玩家对于游戏的热情。那缺点呢，就是体育馆跟火车站在更新过后一个礼拜内大概都会是超级热门的地点，想要一睹为快的代价可能就是场场落地成盒了。那不过其实还是有比较可惜的地方，那就是从预告片这一段来看的话，除了体育馆与火车站之外，其余地点没有较大的变动，原本谣传要被炸掉的水坝跟解冻的河川都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更新预告片中。那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季中更新可能会再有其他的大变动，但至少目前看起来水坝还可以再活一阵子哦。那不管怎么说，第五季的更新都将于8月5日于全平台上线，那也就像预告片里面说的一样，佛丹斯克永远不会一样，而你准备好了吗？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And see you out. Are you ready?You ready to start this fire? Always. You know that. That's what I like to hear. How about some fireworks? Whole squad ready. Good effect on target, Shadows. Doors open, bring in the bird. Not on my watch. No way. Brain, what you got? I'm going to the top. Guess who's back? What you got? I'm going to the top.It's disarmed. We're good. Rhyme with them killers in Tennessee who can clip them. I know they get me the clip on them. Make sure these people feel it. Gotta get that first shot up before that bullet hit me. Ain't gotta worry about looking back with my squad with me. N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Let's do this. Beat it up. Let's move. Before that bullet hit me. Is you ready? Ready. You say you ready. Whole squad ready. Ready. Is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Ready. Is you ready? We've been grinding hard.Job. Are you ready? Sniper! Ready? You say you ready? Whole squad ready? Ready? Is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Ready? Is you ready? Whole squad ready? You see hostile intent? You are clear to engage. Going to the top. The dance will never be the same.